好，国威这边拿球，可以打打看看的。面对林柏豪，来一个翻球 ，fadeaway，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。陈范在篮底下接到球，插板得分。其实只要你愿意跑、哦。在上个礼拜主场吞下二连败哦，就有些冤枉。现在看一下陈范博彦的中距离急停跳投，单节六分进账。哇！马上抄回来，抽到这一球，陈范博彦空手动进来，陈范博彦。往后交给陈范博彦，从三分线外出手，在最后三秒钟命中。哇！